那对于咱们刚才这个任务啊，我们来看，现在是不是说我对 W 求偏导，对 B 求偏导，多少等于零啊？为什么等于零？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极值点嘛，求极值必然是偏导等于零的这样的一个点。那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来说啊，咱们现在是不是求出来了？我的一个 W 等于什么东西这样一串子，还有呢，我的一个等式啊。虽然说咱们对 B 求偏导没有求出来 B 等于什么，但是呢，我求出来的是一个等式。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式子来说呀、啊，接下来要干什么？接下来要干的就是把我这两个式子带回到原式当中。我们来看，这有 W 吧，这也有 W 吧。W 什么？W 就是我这个东西给它带回去，相当于是先求解出来了一个 W 等于什么，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回带，这就可以了。 回代完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你看这块把膜啊展开了一下，展成 W 转置成了一个 W，后面呢就是照样我这个式子。然后啊，这一步的一个代入啊，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这个代入看起来稍微有复杂，其实呢有时间啊，大家可以自己拿个笔啊，拿个纸，把这个 W 等于什么往里一代，这个阿尔法 i 乘 y i 等于什么，我再往里一代。代完之后啊，我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式子啊。这个式子来说一遍吧。 咱们来看，现在这里是不是说，当我带完之后啊，所有的 W 就没了，因为所有 W 都能用阿尔法 iYi 再乘上一个 Xi 来进行一个表示。那所有的 b 呢？b 等于什么？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式子来说呀，是不是我展开完之后，它等于一个 b？你看在这里，b 乘什么？阿尔法 i 再乘上一个 yi 嘛，那我刚才求解出来一个东西，所有的阿尔法 i 乘 yi，它的一个累加和等于零。那这里你说，对于这个式子来说，只有它带 b 了吧？只有它带 b 了，里边是一个零，b 乘零等于什么？b 乘上零，它还是等于零的吧？所以说啊，对于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我呀就可以把这个 w 还有这个 b。 通通的给它去掉啊，通通的都不要了。为什么呢？刚才解释过了，W 等于一个式子，对于 B 来说恰好能于约分。哎，真就这么巧！虽然说没有求出来 B 等于什么，但是 B 这个式子我们恰好能给它约掉啊，这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用完之后啊，咱们来想原式当中啊有 W 有 B。 那现在我进行了,了一顿的代入之后，我现在有什么啦？我现在是不是只就只有一个阿尔法了呀？你看，W 是跟阿尔法的一个关系，B 约掉了，所以说对于现在这个任务来说呀，转换成了这样的一个式子。这个式子当中啊，就只有阿尔法、有 y，还有 x 了，只有这几项了吧？ 那只有这几项之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还是要进行一个求解吧。咱们还是啊，就是这样。这一步相当于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先去求什么样的 W B 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小，并且呢，把这样的 W 和 B 反带回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任务，得到了咱们当前的一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结果吧。 那你看这一步完成之后，我先去求了一个极小值吧。我先求什么样的 w 和 b 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小，并且代入了。代入完之后，对于这样一个式子，我还要求什么？我还要求什么样的阿尔法能够使得当前这个值它最大吧？不要忘了，咱们刚才通过 K d 条件把一个求把一个问题转换成了先求极小值，再求极大值。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你看这个式子当中啊，是不是没有 w 也没有 b 了？ 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我们还要干什么、啊？我还要求什么样的阿尔法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大呢？并且一定注意了，这个并且啊非常重要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负担，第一个负担哪来的？第一个负担是不是对 b 求偏导得出来的？所有的阿尔法 i 乘 yi 累加在一起，它是等于零的，这是第一个负担。 第二负担呢？第二负担什么？咱们在用拉格朗日乘法的时候啊，其实上呢，拉格朗日乘法给咱们了这样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所有的阿尔法 i 必须通通是大于等于零的，任何一个负数都是不可以的。这个是拉格朗日乘法当中本身自带的一条性质啊。如果说大家不想去看待证明，只要记住了，所有的阿尔法 i 必须是大于等于零的，这才是可以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我们来看，哎呀，你要求它的一个极大值。 一求极大值啊，咱们现在也行不行这个习惯啊？求极大值怎么办啊？极大值一般情况下不好求吧？我们通常啊都是把一个求解极大值的问题，再转换成一个求解极小值的问题，再来看吧。对于上面这个式来说呀、啊，这求它求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求它正数的一个最大值，就等于求它负数的一个最小值，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说啊，我现在可以把它里边添上了这样的一个负。 号添上了一个负号，变成什么？求它的相反数呗。要求它的最大值，求它相反数的最小值，这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说，咱们来看，原来啊，这个二分之一前面有个负号吧，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正的吧。阿尔法 a 前面是原来是一个正号，现在变成了一个减号吧。也就是说啊，把上面两个式子啊进行了一个颠倒，求它的最小值，这就完事儿了。 那你颠倒完之后啊，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你的负担嘛。咱们现在啊，这个约束条件啊，照样是要留下来的。所有的阿尔法 a 乘 y A 必须等于零，所有的阿尔法 a 都必须大于等于零。那对于这样一个式子。啊。 再来看吧，这个东西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啊？到这一步啊，其实上就已经接近于我们最终的一个答案了。因为我现在要求的就是什么样的阿尔法 i 能够使得这个式子值最小。一旦你求出来这个阿尔法 i，咱们来看，你求出来了这个阿尔法 i，是不是 y i 是我数据有的，x 也是我数据有的，w 这不就可求了吗？所以说啊，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要求这个阿尔法嘛，然后求出来阿尔法之后，我才能再求这个 w。 那这个阿尔法怎么求啊？这个阿尔法求解啊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咱们啊给它举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例子。通过、啊、这样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哎，咱们来看一下支持向量机啊。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咱们之前听什么什么什么分类，什么什么回归，哎，一听啊大概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我问大家，你一听这个支持向量机，你想到了什么东西吗？它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啊？ 支持向量机，哎我这个东西怎么听人名字这么复杂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它的一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呀？那接下来咱们就要来给大家证明一下这个支持相机啊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说啊说它的名字之前啊，咱们先说一个小例子，啊，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支持相机啊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小例子啊，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假设啊，咱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点儿任务，我有三个样本点，分别是 x 一、x 二，还有 x 三，并且啊，我说了，x 一和 x 二它是一个正例的，x 三呢，它是一个负例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任务来说，咱来看。 1> x 一这是一个三三，并且呢，它给它写个加号，它是个正例。x 二啊，它是一个四三，然后呢也给它写个加号，它是一个正例。x 三啊，它是一个一一的，并且它是一个负例，有这样一个负号。所以说啊，现在我就有三个点了嘛，有三个点了，咱们就来想招求一下当前这个式子。对于当前这个式子啊，咱们该怎么进行求解啊？哎，这个约束条件我也展开了、啊。 优束条件咱们之前怎么写的？所有的阿尔法 i 乘上一个 yi，它是等于零的。那你看阿尔法一什么？阿尔法一乘上一个 y 一，y 一是什么？y 一是正立啊。你看这是正立吧？正立，所以说它是一个正一，那就是阿尔法一自己。阿尔法一乘 y 一，一加阿尔法二乘 y 二，y 二什么？y 二也是正立吧？所以说阿尔法二乘一，再加上阿尔法三乘 y 三。 y 三什么？y 三是负力，所以说你看乘上一个负一，变成减去阿尔法三了。那约束条件就变成这个样子：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再减阿尔法三，它的结果是等于零的。那对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来说呢，给它变换了一下，所有的阿尔法 i 必须大于等于零，并且在咱们三个数据样本当中，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再减阿尔法三，它的值必然是等于零的。 然后呢？对于当前式子啊，我们再来看吧。对于我的一个原式，这是我的原式，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变化吧？那原式啊，我要把数据带进去喽。咱们来看，在原文当中是什么、啊？这是不是有 x_i 乘上一个 x_j 啊？这就是我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咱们刚才在这块儿，你看加上了一个什么东西？咱们先还是不管啊，就是 x_i 乘上一个 x_j。 x i 乘 x j 什么呀？这不就是我的一个数据？这不就是我数据吗？x 是我的数据，y 是我的标签阿尔法是我要求的东西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把上面这式子展开吧，展开，我还得把这个东西样本写一下。一个点是四三，我我看一下别别写错了。x 一是三三啊，x 一是三三，x 二是四三，x 三呢？x 三是吗？x 三是一一啊，先都它写出来。 咱们来看啊，就是说把上式可以进行展开了吧？为什么进行展开？这是正列，所以正一，这是正一，这是一个负一。所以说，你看 y 有没有？y 都有的吧？x 你有没有？x 你也都有的吧？所以说，你说上面这个式子能不能展开啊？肯定是能展开的嘛。嗯，给大家说一下吧，咱们就来说，先说这个十八倍的阿尔法一的平方哪儿来的？ 咱们来看阿尔法一的平方怎么来的，肯定是阿尔法一再乘上一个阿尔法一呗，两个阿尔法一相乘才能够得到一个阿尔法一的平方。那阿尔法一乘阿尔法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 i 等于一，1, 意味着你 j 也等于一的情况下才能够出现吧？那咱们来看吧，i 得一，j 得一的时候，y 一乘这什么 i j 吧，y 一乘 y 一，一乘一得一，再乘什么？里边这什么东西啊？ 咱们来看好了，外面这乘法，里边是一个点乘啊。点乘是什么意思啊？点乘是求内积啊，也就是说里边这个东西啊，我要求的是一个内积的值。那你看，i 的一，j 的一，x 一点儿 x 一，那你咱们来算一下。 1> x 一点 s 一等于什么？等于求内积吧。三三求内积怎么算？三乘三加三乘三，对吧？你看，假如说这块还有个 x 一，也是个三三，那是不是第一个位置乘第一个位置加上第二位置乘第二位置啊？三三得九，二九一十八。所以说啊，它的内积就等于十八。那这里啊，咱们就算出来了啊。我的一个阿尔法一的平方，i 得一这得一的时候，我的一个系数十八吧，这个十八就给算出来了。后面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去算了。 再算一个吧，再算一个。哎呀，我这个手贱呢，怎么把这个样本给它去掉了？咱们再来看啊，这个四十二倍的阿尔法一、阿尔法二哪来的？首先来看阿尔法一乘阿尔法二，怎么能求出来这个东西啊？必然是 i 等于一，j 等于二，2, 或者是 j 等于二，i 等于一的时候才能求出来吧？但其实啊，一样的，就是 i 得一，咱们这样本应该能背下来了吧？i 得一，j 得一的时候，它都是第一个样本和第二样本，它都是正一吧？ 所以说啊，乘在一起，这个还是一个正一。x 一乘上 x 二呢？x 一啊，它是一个三三的，x 二呢，点儿上乘上一个四三的，来看一下吧。 三乘四得十二，三三得九，十二加九得二十一，是吧？这是对应于 i 的一，j 得二，它是二十一。那还有什么？你看这是累加啊，不要忘了这 y 等有累加、啊。还有什么？还有 j 的二，i 的一吧？那它俩不就掉了一样的吗？这不还是等于二十一吗也就是啊这一块阿尔法一乘阿尔法二再乘上一个四十二，四十二怎么来的？就是啊 x 一乘,乘 x 二内积再乘上一个二，这就完事儿了。 右边这些值啊，这些值大家都会算了吧？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强调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后面呢减去所有的一个阿尔法 i 减阿尔法一减阿尔法二减阿尔法三，3, 准备完事儿了吗？ 然后上面式子变成什么了？上面式子是不是说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就变成了一个二分之一。然后后面这个式子啊，照样的给它落下来。落下来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由于啊，我的一个式子，咱们刚才啊，是不是指定了一个式子啊？指定了一个式子之后，咱们再来看，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它是不是等于阿尔法三啊？等于阿尔法三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一个阿尔法三给它带进去啊？哎，这个式子哪来的？ 这个式子不是我刚才约束条件吗？你看，把这个负号移过去，这不是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等于阿尔法三吗？这个零论给它去掉了。所以说啊，现在我有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等于阿尔法三。那有这样一个式子，我看这个阿尔法三挺烦的，挺多余的。我把阿尔法三用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往里带，可不可以啊？显然是可以的。这块有阿尔法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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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阿尔法三都用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往里去带。 带完之后啊，咱们现在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啊，我们新的一个表达式了。这就是我新的一个表达式。在我新表达式当中啊，有什么、啊？是不是带完之后啊，就得到了一个阿尔法一的关于阿尔法一还有阿尔法二的一个式子啊？这里它就没阿尔法三了吧？所以说啊，我把原始问题的解进行了一个转换，转换成了咱们一个新的问题的一个求解了。